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Creeping Darkness， 什么意思啊？只听上面的，开始 Creeping 哦，干烂游戏啊！这好像五十还六十块而已啊。主要大门需要 key 啊。我画面左上的是血量跟理智哎、欸，好 Creeping 哦，狂杀小陌生人。按一跟他说话，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不能跳哎、欸！我包包可以开没有？好黑哦 ！Hello， 你好，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钥匙不同楼层会藏在一些小小什么东西里面。我想我迷路了，现在很晚了，我可以住一间房间吗？哦，我懂了，可以可以。他从哪边出来啊？啊！他走进去，然后马上就有鬼嘞！这是杀人旅店吧？然后刚提示有说钥匙藏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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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的敌人有耳朵和眼睛，所以你要安静。不要太靠近他！这他妈开个东西是用砸锅是不是？小声一点啊！妈的，遇到奇怪的紧急情况啊，砸东西、开东西，啊，乒乒乓乓，怎么都没有东西？我觉得这个主角不能跳，让我觉得很死哎、欸。你的光源可以当成武器，按右键。哦，嗯，闪一下要多久 ？CD 呀、啊？哎、欸，是我的房间吗？读啊！哎、欸，干！哎、欸，这纸条只有一次、欸，哎，不会吧？哟，靠北，哦 ，battery， 好，拐杖，哦，所以我其实我是个七十岁老人啊，我现在拿到我的武器了啊。干谁来我就敲他的头。这个要按慢一点，这样。这个药可以帮助，可以有帮助。他们说，让我们来试试看哦。什么药？紫色喷雾药。我发觉我的理智又为什么越来越低啊？毛毛的，对啊，你们看上面那条，我没有碰到任何怪物或者怪事情，我怎么理智一直降啊？而且我有开灯呢，这个可以补吗？干没在补哎，搞毛哦！我试着。要公平公正哦，所以我留了一些钥匙给你，不要忘记去地下室看看。特别的钥匙就在地下室等着你啊！啊，这边怎么都没有哎、欸？啊，怎么？垃圾啊！干，我理智受到攻击了，我怎么恢复我的理智啊？
但灯下面好像也没屁用啊。Battery 等等哦。哎、欸，我要怎么知道我的 Battery 到底有没有需不需要补啊？它没有电源显示哎、欸，这样子有没有比较亮了一点？啊，这边也太大了吧！什么垃圾房间？哎、欸，啊，我来到前台了。刚刚那个柜台小弟就从这边跑出来。二楼锁了。我是来住宿的啊。按一看地图。哦。哦，这个可以开哦，看这个样子。他们要求我放我的头骨，所以我捡起来，用一个旧钉子。真是愉悦的痛苦，不能等待，要跟你分享喽。在讲什么啊？阿T，干干，他妈的死小丑你！哦哦，等一下，哎，他有拿刀。I'm coming for you。我没有刀。干，这小丑走这么快，我怎么躲啊？啊？死了就重来哦。等一下，那个小丑跑太快了，我阻止不了他。我忘记有哪边又可以捡东西耶，真是糟糕啊！小丑是我自己。好，我可以看第一张纸条。Hello，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你今晚不能睡了。不过我有一个很好的提案给你，我们来玩吧。你去躲，我会试着找你。哦，我会找到你，然后吃了你。好了好了。啊，这东西都随机哦。我刚刚拿到棍子，这次没有哎、欸。我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的武器啊，比如说机关枪之类的。木棒。把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游戏，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捉迷藏。我刚刚捡到一把钥匙，怎么他说我没有钥匙啊？二楼，嗯，这个二楼完全大空旷区耶，这是要决一死战的吧？大声点，大声点！哎、欸，喷了电池。他都没有写哪里的钥匙哎、欸，搞什么鬼啊？这是衣柜的吗？我觉得他柜子的钥匙应该也是随机的，
刚好蒙到这样。很多低级跳脸哦。干，他是变出来的嘛，妈的嘞！干，这需要钥匙。啊，我拿的钥匙是哪里的啊？而且就是被追到就死了、哦。看我刚拿到钥匙，到底是哪一扇门啊？死定了吧！哎、欸，等等，开了，开了，开了。还这么多隔间啊，哇干。这游戏找东西的地方就他们两种，柜子衣橱。啊，这是被小丑绑架凌虐致死的女人这样子。趁热。都冷了，什么？哎、欸，有一把金 key 耶、欸！这个金色的 key 是要开哪里啊？我没有遇到说需要开门的地方、欸，该不会还要回到一楼吧？回到一楼开那个大门，然后跑出去之类的。应该是没东西了吧？绕了老半天呢、欸。我听到他的声音呢、欸，完蛋了，这该如何是好啊？这样一路下来，需要 key 的钥匙、需要钥匙的门其实都开完了啊，剩下大门而已。哇！他连门都踢开了，这太屌了吧！哎、欸，他把门关起来，我知道怎么过、啊。I see ya. 干！他会有，他有暂时关门的能力。跑起来呀、啊！你他妈的！逃命逃命！上我的 Yaris， 你活过了噩梦。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生存游戏吧。然后有的时候你能够找到道具克制小丑一下，有的时候不行这样子。不感谢游玩然后他小丑做的跑得很快，我觉得故意是增加一点难度啦。然后剧情有够分欸，我们从头到尾看到的纸条完全就是小丑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说我要吃了你，我要杀了你，我们来玩游戏之类的。他完全没有解释到说关于主角这个人啊，我就是来这边借住旅馆，然后突然那个小光头跑了之后，然后我就被小丑追了这样。什么粉东西啊，关掉关掉关掉。差评更。